在斋天的仪式中，我们不仅供养诸天圣贤，也向佛菩萨学习平等心，行广大布施供养，上供十方诸佛，下济六道一切群灵，以真言的威德力，将团食变成无穷的法食，成就不可思议的布施法。与此同时，思考施者、受者所施之物本质的缘起空性，究竟从何而来，从中细细观察与探索，了解佛法真空妙有的般若智慧。在布施时，便不会执着于有相的布施，才是真正实践布施波罗蜜的意涵。而众生受此般若法时，因法随时入，众生不仅能饱餐一顿，更得禅悦法时。不同于民间拜拜，我们仅能提供一餐的饱食，但无法真正解决六道众生轮回的苦痛。但若以法食布施，可以让天道众生转增圣福，六道众生破除烦恼习气，得以解脱轮回。所以无论是斋主或是义工善信，若发菩提心，除了祈求平安健康，更能反观自己，关照众生，关照布施的心，体解布施波罗蜜深刻的意涵，以虔诚的斋食广修供养及般若智慧的观察，将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，圆满布施的心行，成就自己的菩提道业，同时饶益法界众生。敬邀大众于新年之际广行菩提愿。